人无第一时，地无人一年。今年要是减产，就是减人。秧必须去天差，出了问题，我袁隆平担着。秧苗没了，这一茬秧苗断了带，后面的研究就中断了。袁老师心里只有水稻，他分不出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个好丈夫。但是他是个好男人。一旦你找到天然雄性不育，第一时间要跟着太阳跑，南帆北运。 我们是想和您一样，发展杂交水稻，造福世界人民。快快，让我这顶会儿。啊！哎呀，杨花期还有几天啊？去招吧，去吧。哎呀，就是蹦出去。奇迹出现了，搂住底价。